大家好，我叫王丹阳，我来自甘肃天水，现在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读研究生二年级，是 social work 专业。我最喜欢的歌手是王菲，然后我觉得我的声音跟她很像，就是她的音乐非常的多样化，有那种很轻柔的，也有非常能够表达自己情绪的歌，我特别喜欢她。我从幼儿园的时候开始学音乐，然后后来就放弃了。到小学的时候我就已经不唱歌了，所以别人问起我，哎，你是不是学过唱歌呀？我说我在幼儿园的时候学过。然后我作为个人好像从来没有参加过正式的比赛，因为我之前在合唱团待过很多年，但是没有以个人的身份站到舞台上演出过。我觉得这个经历对我来说还是挺宝贵的。我觉得我来到非诚歌王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是要找一些自信吧，我希望在音乐上，就是在我唱歌的时候能得到别人的认可，然后我也希望别人非常的享受我在唱歌的那个声音。非诚歌王，我来了。